小猴弟弟，哇，小猴弟弟会爬了。哈哈，嗯，后边还有一只，嗯，这么多猴子。 要不我们给猴子送？猴子吃水果。他都不怕人的，对啊，他不怕人。嗯。
好可爱哦。好，猴子吃水果吃的好香。他在吃奶吗？那小猴在吃奶。吃芒果的水平很高，吃香蕉也是啊。水平很高。那是。你看看，晚把方式都在拍上去看看。你看看这个芒果的水平。You guys, I'm gonna be over here. You just call me when you're ready, okay?你跟那个猴子老师，猴哥，猴子老师，这猴子老师来送两张照给你。你真猴啊你！啊，合了合个影，走。和他合个影，啊对对对，不怕不怕，就这样，不用怕，看着他笑。你看，现在不是你背着方块，就是要等，我在这吃个不走吧。我吃芒果刚好，我就是把它，把这个东西切切了嘛。要是放到这上面，切切它。哦，你也明白。喵！你那里那只好可爱。猴哥。啊，他为什么不被天气晒？你不是睡着吗？他已经非常适应。猴子好可爱啊！哎，把他们拍上，把你们两个拍进去。爸。我这个被偷漏了。爸，你们站起来才行，挡住啊！站起来。那你不像我，我是你的猴子，你是个小猴，你是这个的，已经不用这个了。爸，他准备走了。他眼睛比你利多了。他视力应该很好。这个长尾猴。非常想偷他的。他爸爸，是他爸，是他爸，是他妈，是他孩子，他哥哥，是他老公。不能给他抢。啊，走了。找啊，那个小猴。